在那个抖音上面买了两罐这种鸡爪嘛，一个是这个东北鱼姐的，我刚才倒出来了，吃了几个，一个是这个脱骨侠五谷鸡爪，然后我刚才这瓶是买了36.9，就这个，这一瓶买了49.9，就等于相差13块钱。见证奇迹的时候看来了，你看这一瓶它的那个生产地址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台湾农民创业园海峡大道12号标准化厂房6号楼7号楼，你看啊，看好啊，你该再看这个49.9买的，一样的地方，哎，这个我都搞不懂了，一样的地方，包括商品代号什么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东西换一个袋子呢，相差13块钱。抖音真的是，那这两个一模一样的鸡爪，像产地都一样，就名字不一样，相差13块钱。这瓶36.9，这一瓶49.9。